好运月饼到了，谁去接？上班暂停，我去接。会议取消，我去接。来，拿着。今天几点？我去接。今天晚上，我去接。航班取消，我去接。孩子放假，我去接。最近没戏，我去接。上课暂停，我去接。店里没人，我去接。接回来了，好运就在好运家。